何惨事？心头犯疑猜，心乜头犯疑猜？阿爷啊！满行里街坊都称此苦立心怀，勾当寒我兄长，阴阳分一界，查明真。上斗青叶脉，紫石街，紫石街，武大烧饼店前方正一石，进门细究之得，稍稍开门，开门，你好伤心啊！师父，叔叔请听。亡命是奴家，问有谁？Oh,
之位，无夫无大郎之位，哎，真武术啊！你老实到来，眼哥哥是如何死去啊？问你金经，我轻视方，此案定是飘起事也真真是得怪。夜长未见归，将是我命去埋。父啊，你死得惨乎？到家今日被人猜疑，心更苦啊！当父口中一派胡言，佢又作假姿态，叔叔此番又得了错怪为首，出于天怀，眼要严惩，空手制王兄自食斋，额外物理，眼哥哥究竟几时死了？夫佢命里服业障，天有霎时祸变，怎能复？灯前就见朝云翻，云欲丧。丧夫之人太心伤。兄将何事干？竟遭逢无端病痛伤。眼哥哥端的怎么病死了？你从实招来。蜻蜓，你讲吧。叔叔病后二三天，时节雨天，偏遭逢大雪霜，夜阑人睡去。眼哥哥心痛病死嘛，此间可曾寻医求药去疗轻病痛伤？有否上方诊治我轻病方？若是多会难保父母。你生苦命
饱受多少饥寒，配个当妇时刻的性一夫人啊奸相，叔叔对偶全偏见，你不见奴隶见佢做夜太星的星交眼火笑，天哪见佢伤心，虚一座难掩那我恨，心啊！是狂风浪蝶扬，当夜星沉烟寂，怒去买卖呀，谁人捉药王，药贴不放在机案上，烦恼论声又为何王婆执的药嘛，呵呵，你从实招来，究竟是哪一间药店开的药？药铺设在悬崖前，西门大哥去开药。
门兴开嘅药方嘛。眼闻此语，背经王来有文章，是夜案西门开药，杀机藏借出身，生坏样人亡苦，与佢两暗藏，轻将因何惨事撞，莫非是下砒霜？你要重拾招来，硬要查明真相。你讲，我讲，叔叔，点解对奴家如此无礼？无礼？硬来问你。丧葬之事，就是谁埋的棺木？殃及王婆粗瓷开，官娘是一副好心肠。又是这个王婆，俺再来问你，是谁人验尸？又是谁人将棺木抬将出去？何教叔，佢是本院团头，有托为妻。捆绑，叔叔冤枉，叔叔冤枉。
是谁人教唆于你？叔叔在天，话说年幼冬冬去水将茶，西湖设下机关，风冲烈烈色浓浓，黄破困合密谋，牵线又搭桥，齐便做对夫妻堂，哦，老爷，朝朝混着。女，你干得好事啊！当时大兵黄昏亮，教唆浓浓，做鸭窝，一个是为虎作的惨，一个是出场红杏啊，还有一个识担猖狂，弄是出丑谋生，偏遇上王子叔叔怪责浓苦家，太医王冤枉，我呸！洞府还上低丽伪装，你与西门成勾当，混个足奸在当的场，论社街坊流传的讲，害我轻张下毒是披上西门庆送银两，何金叔佢不贪赃，佛晓自向火场的王，剑下骨直暗心的床，两块骨直苏黑，不是毒中砒霜又是哪一样？你讲，哎呀呀，想不到是败东窗啊！嘿。日佛说冤仇，兄长啊，你魂系上香，是国事，此际也。多惭愧恨。
速将这荡妇押赴县衙查办。遵命。干我